中にお茶っ葉が入っております。でこちらが温泉水、こちらは水道水を同時に注ぎます。Speak English for the word egg and what different, why different by English? This is put the color easy, quickly. Yes. Okay. Because of the water's particle is quite small. Okay. Smaller than just the tap water. Oh, okay. 現在將兩個呢茶葉放在裡面呢，一個就用緊礦精，那個富士山，右手邊那個呢，用富士山的礦泉水，左手邊呢是普通的清水。當兩個水放在你那個茶葉裡面的時候呢，很明顯到右手邊的時候，那些茶的色呢就很快出來了，就因為它們那個分子比較小，所以呢容易將那些茶葉那些呢帶出來。左手邊呢，因為它 是普通的水，所以它的分子比較大，變成來說那些色不會那麼容易 去分解了它的茶那些色出來，是兩個分別。